这边晒太阳还是不错的，快快快，早晨起来，来来，在这里拥抱太阳，让身体充满充满正能量，正能量。你看过那个对不对？早上起来拥抱太阳，什么什么什么充满正能量，满满的正能量，好舒服，超级舒服。成都出太阳就是适合晒太阳，应该打个麻将之类的。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安排去打哈麻将。不要吧，我不会打麻将。要不要？要，三个都要是不是？要嘞。嘉哥，哎，来了，不要着急。好。你要什么东西？勺。看到了，哇，厉害了，第一次使用。你想放酸奶里面喝是吧？对，我要放酸奶。那我拿过来放吧。没关系，我拿过去。啊，我拿过去吧。啊，好。你是给我弄的吗？你要吃吗？要吃，小可爱。好的。我要酸奶的。那再使一个碗。我刚问你喝吃不吃，两个人站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讲，现在过来要吃。现在吃完了吗？烦人。他们不吃吗？可味道。倩倩姐不吃啊？这个是我的吗？是的。那谢谢。这样的早餐才真的是有营养。可是现在已经是12点了。好好吃。我是跳街舞的，不好意思。昨天我的 freestyle 8不8，八，很八，超八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再晒一下会秃。哎，你坐过来。我吃还是不吃？没事，他才刚进去。那你吃吧，不敢不进吃没病。我们要中毒的话，我们都是地球的宝贝。你可以今天穿的稍显略微稍显的成熟。我觉得跟昨天你不相上下。像妈妈吗？你真的好像妈妈啊。没有，是成熟有气质的姐姐。那为什么昨天不这样说我？哎呦，帽子已经被吓脱掉。哦，美的美的，你是美的。